我爸是个普通人，年轻时抓住了机遇，慢慢发家。可与他的财富同时增加的是他外面女人的数量。我妈没什么文化，但胜在有城里户口。当时我爸为了摆脱农村人这个称号，才跟我妈结了婚。可好景不长，当我爸事业稍有起色，他外面的女人就换了一个又一个。 我妈整天哭哭啼啼，跟我奶奶告状。可我奶奶最是封建，不过觉得她儿子这样是有能耐，反而教训我妈说她不够贤良淑德，要不然为什么留不住男人的心？我妈本来想离婚，可是正要离婚时，却发现已经怀了我。我奶奶知道以后，到处找人算命，那些人无一例外都说怀的是个儿子。 奶奶和爸爸听了大喜过望，对我妈好到了极点。可谁知生下来才知道，我是个女孩。在产房外面，我奶奶破口大骂，骂我是个赔钱货，绝不承认我是他们宋家的女儿。由此，过往积攒的所有矛盾彻底爆发，他们离婚了，我跟着我妈。 听我妈回忆，他们还没办完手续的时候，那个女人就已经登堂入室，在外面跟我爸形影不离，宣示主权了。她要搬家的那天，从娘家回到家里时，发现自己最珍爱的电子琴被人用锤子砸得面目全非，而始作俑者正挺着八个月大的肚子站在大门口耀武扬威，而我爸对这一切充耳不闻。 不得不说，虽然我爸很渣，但是在我的抚养费上，他却还是尽到了义务，该给的一分没少。也正是因为这个，那个小三上位的女人才愤愤不平，一次又一次的找我们麻烦。起初，我爸每个月会给我一万块钱抚养费，但是突然有一天就变成了五千。我妈知道，一定是那个女人在背后说了什么，这钱才会减半。可她要强。 并不想再跟我爸之间有任何牵扯，所以他也就得过且过。我五年级的时候，我妈拿我爸给的那笔离婚补偿费，在市里的大商场里开了一家甜品店。因为她的手艺好，这家小店被她经营得风生水起。可不知道那个女人从哪里知道了这件事，认为这笔钱是我爸近期给的，他们想要旧情复燃。 于是他就找了一波又一波的人，想要搞垮我们。最开始是有人去商场投诉我们店里卫生差，就餐体验完全没有。紧接着又有人投诉说是吃了我们家的甜品，身上过敏起了红疹，险些毁容。那段时间，我妈忙得脚不沾地，天天求爷爷告奶奶，被搞得身心交瘁。她知道这是有人故意整她。 却不知道这人到底是谁。直到一个炎热的午后，那个女人领着她生的那对龙凤胎大摇大摆地来到了我们店里。那是我第一次见李静，我清楚地记得，她那天穿了一条紫色紧身碎花旗袍，戴了一条很闪的钻石项链，脚踩一双玫红色的高跟鞋，整个人风尘气十足，且没什么品味。哟，芬姐。 你这小店经营的不错呀，看你脸上多了这么多皱纹，想必这些年过得不太如意吧？他故作优雅的坐在了店里的沙发上，做之前还做作的扶了扶根本不存在的灰尘，满眼都是嫌弃。我妈看见他的一瞬间就知道最近这些事情都是谁的手笔。还没等他说话，李静看向我：“这就是你那个不被我们宋家承认的女儿吧？”哎呦。 看这小身板儿，这小脸儿，真是一点福相都没有，难怪他奶奶不愿意认呢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得意地搂住他的女儿宋宁。我妈上下打量了宋宁一眼，嗯，腿能赶上我落落的腰粗，你女儿倒是挺有福相。噗嗤，我实在没忍住笑了出来。没想到我妈对人这么厉害。 宋宁这个年纪正是小姑娘爱美的时候，听到我妈这么说，气得哇哇大哭。李静一面手忙脚乱地哄着，一面恶狠狠地盯着我妈。难怪怀国不要你，就你这么刻薄的女人，哪个男人会要你？这位小姐，我妈故意加重了“小姐”两个字，麻烦你搞搞清楚，是我不要她了，你不过就是捡了我不要的垃圾而已。 不晓得你个破坏别人家庭的人有什么好猖狂的？你说谁是小三呢？李静最听不得人说她的出身，一提就跳脚。谁急着辩解说的就是谁。我妈淡定地理着甜品，招呼着在门口看热闹的顾客：“有喜欢的就进来尝尝呀，草莓布蕾新款上市了。”人都是同情弱者的。刚才这么劲爆的内容。 已经把我妈这个被出轨、被离婚、独立带孩子生活的女强人形象立得死死的。瞬间，一大批顾客蜂拥而至，生意顿时好的不得了。李静一看这阵势，瞬间急了：“你们不能买，不能买！他家的食物都是垃圾食品，吃了皮肤就过敏了。”这一嗓子确实唬住了不少人。 大家都纷纷向他的身上看去。你说我们食品质量有问题，那你的就诊报告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吧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拿不出来，我就告你诽谤。我妈并没有被这小场面唬住，她思路清晰，条理分明。李静胸有成竹地伸出胳膊，她白皙的胳膊上有几个猩红的小点。这众人顿时迟疑了。我当时个子矮。 离得近，我分明看到那几个小红点，因为汉字已经有些晕开了。趁他不注意，我拿起手中的杯子就冲他泼了过去。小兔崽子，你干什么？我衣服这么贵，你赔得起吗？李静只顾着看他名贵的衣服，丝毫没有注意到我的心思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佯装抱歉，拿上纸巾就朝他胳膊上擦去。 瞬间，那几个用颜料画上去的疹子彻底晕开了。李静的脸五颜六色。这时，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妈看不下去了，率先出声：“哎，你自己心思不正，破坏别人家庭，现在人都被你抢走了，你又来坏人家生意，你这是不给人家活路啊！你心思怎么这么歹毒的啦？你拿画上去的疹子来糊弄我们？” 你当大家都是傻子呢？就是就是，我在这家店买了很多次了，根本就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。而且老板娘人特别好，还给我打了折呢。另一个阿姨也站了出来。有了这几人的话，大家都纷纷向李静投去了鄙夷的目光。没想到啊，这都什么世道了？做小三的都这么猖狂了？就是就是，真不要脸！ 听到这些，李静瞬间涨红了脸。他没料到事情脱离了掌控，偷鸡不成反蚀把米。他狠狠瞪了我们一眼，拉着他的两个孩子落荒而逃。过了好一会等到顾客都走了，妈妈才有时间坐下休息会。我本以为今天没让他们母子占到便宜，妈妈会开心，可谁知。 我却看见妈妈背着我，独自在角落抹了一下眼睛。我没有上前安慰她，因为我知道她这么要强的人不想别人同情她。从这天开始，我就在心里暗暗发誓，我一定要努力变得更加优秀，总有一天要让我爸知道，他抛弃我们两个是他这辈子做的最错误的决定。也是从这一天，我跟宋宁的战争正式开始了。 有句老话说得好：“不是冤家不聚头。”初三按成绩分班，我跟宋宁分到了一个班。我是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进去的，宋宁则是我爸托人找关系送进去的。从我们一见面开始，他就处处都要与我争个高低。我被任命为学习委员，他就想方设法拉票当上了文艺委员。我被安排在国旗下讲话。 他就让他爸给学校捐了二十万，成了优秀学生代表，在开学典礼上发言。但不得不说，虽然是亲姐妹，可宋宁显然就没那么好运，因为他遗传了我爸的智商，所以就算他再有钱、再找关系，在任何方面都能与我争得不可开交。可是，在学习上，他永远都是输家，故而。 每次家长会都是我妈最扬眉吐气的时候，这次年级第一就不用我说了，还是陈洛。今天我主要说一说成绩垫底的几个同学。周老师推了推眼镜，叹了口气：“宋宁妈妈，宋宁这次又是年级倒数第一。您要是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多花些心思在孩子身上。榜样就在身边。” 您可以找陈洛妈妈好好请教一下。我在门外看见我妈得意地瞥了她一眼，李静被这一眼刺激的不行，差点当场暴走。但为了维持她暴发户的体面，她只能将气变相的发作。周老师，我孩子的问题我会管。您既然提到了宋宁，那我也有事想请教您。李静挺直了腰，眼神不善。我想问您。 您作为一名金牌教师，为什么纵容班里的学生联合起来排挤我女儿？李静被周老师抹了面子，十分不服，势必要找回场子。您在说什么？什么排挤？周老师有些疑惑。好啊，您还给我装起糊涂来了。要不是排挤，为什么大家都有同桌，只有我女儿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？周老师解释道。 我们是按照成绩排位置，你女儿的成绩不用我多说了吧。另外，我一向提倡孩子们自主选择同桌，为的就是提升孩子们的学习效率。在全民自主的情况下，您可以想想为什么没人愿意跟宋宁一起做？你胡说八道！我女儿好得很，一定是你不让他们跟我女儿坐一起。我们宁宁还这么小。 你这么做会影响他的心理健康的，他要是出什么事，我跟你没完。宋宁妈妈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我妈看时机成熟了，适时的替周老师说了句话。周老师对孩子们到底有多无微不至，就不用我细说了吧，大家有眼睛都看得到。你这有问题，不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反而怪起老师来。 真是有什么样的父母，就会有什么样的孩子。瞬间，不少家长开始附和：“是啊，就算不说成绩，也不看看宋宁什么样的人品。我可不愿意让我孩子跟他坐一起，再给我们带坏了。就是天天打扮的流里流气的，我早就跟我女儿说离他远点。”听着身边家长们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，李静的脸涨成了猪肝色。 他抄起宋宁的成绩单，夺门而出。家长会结束，周老师特意把我妈叫过去，好好感谢了一番。我闲着无聊，坐在楼梯上发呆。突然，宋宁带着一群小太妹把我团团围住，他们个个眼神不善。许是几年前在店里我妈说的那句话太有杀伤力了，这些年宋宁瘦了不少。 可是，因为他天生皮肤有些黑，又正值青春期长青春痘，所以当他顶着化了非主流浓妆的脸，气势汹汹站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又一次憋不住笑了。你笑什么？宋宁又粗又黑的眉毛皱起来，像两条肥大的毛毛虫趴在脸上。我接着笑，没有说话。这一举动激怒了宋宁，他面目狰狞。 果然，你妈是个贱人，你更是个贱人。你妈刚才家长会不是很威风吗？我让你威风，他一脚踢在我肚子上，我滚下楼梯，斜眼瞟了一眼角落的摄像头。他以为我怕了，不敢反抗，让那几个人围住我。他居高临下，薅着我的头发，伸手就要抽在我脸上。本来我完全可以躲过去。 但是在看见远处姗姗而来的校长时，我改变了主意。他，清脆的响声吸引了校长的注意，他加快步伐赶了过来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校长办公室。我妈紧紧搂着我坐在沙发上，眼眶发红。宋宁站在对面，右脸高高肿起，愤怒的像一头野兽，恨不得能扒下我一层皮。李静这时急匆匆的赶来。 看到女儿的惨状，冲上来就要动手。你们两个贱人，敢欺负我女儿，我打死你们！我妈一听，脾气也上来了。你才是贱人，明明是我们落落挨了打，你还恶人先告状了。你打，有本事你打一个试试。动我女儿，我要你好看！我妈噌的一下蹿起来，护在我前面。那架势，显然李静要是动手。 他就要跟他拼个鱼死网破。校长一看这架势，头都大了。他拉开李静，语气不耐：“好了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学校。你们做家长的能不能冷静一下？孩子还在这呢。”李静拉着宋宁，不服气地坐在另一侧的沙发上，眼睛死死盯着我妈，恨不能咬下一口肉来。刚才是怎么回事？陈洛，你先说。 刘校长看局面稳定住了，喝了口茶，发了话。我在楼梯间等我妈。宋宁突然带了一帮人围住我，骂我跟我妈都是贱人，然后他就动手把我从楼梯上踹了下去，还要扇我耳光。我打他是正当防卫。你胡说！我看你什么事都没有，反而是我们宁宁脸都要毁容了。李静愤怒起身，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。 小小年纪下手这么狠，到底是有娘养没娘教的东西。我妈使劲儿把她的手指拍向一旁，满脸寒意。你最好说话注意点儿，自己是个什么身份还用我提醒你吗？跟我女儿提教养，你也配？你好了。眼见他们两人又要吵起来，校长赶忙制止，请家长配合学校工作。宋宁，陈洛说的是不是真的？ 你为什么带人去堵他？为什么要把人踢下楼梯？这样的行为有多危险，你清楚吗？刘校长被李静吵得头大，跟宋宁说话时语气也带了些许不满。宋宁有些被吓到了，缩在李静身后不敢回话。不是校长，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？他怎么不说把我们宁宁的脸都弄毁容了呢？ 我严重怀疑你包庇他们母女，诱导性问话。宋宁妈妈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做老师的当然会一视同仁，不可能偏颇包庇任何一个孩子。你得为你的话负责任。本来就是空口白牙，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了。李静没好气地白了刘校长一眼。刘校长从来就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人。 气得手都在颤抖，事情还没有定性，我只是按流程正常询问。我们不空口说白话，我们讲证据。学校每层楼梯都有监控，走，我们现在就去查监控。安保部的老师调来了监控，看完监控，李静和宋宁都沉默了。现在证据确凿，刘校长，我要求严肃处理宋宁。 我妈手放在我的肚子上，说的斩钉截铁：“如果品性如此恶劣的孩子还能在贵校读书，那我相信不会有家长放心自己的孩子身边有这么一颗定时炸弹的。”刘校长没有说话，抿了一口茶，在权衡利弊。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发愁。这涉事的两个人，一个是全校第一，今年能给他拿个状元回来的宝贝疙瘩。 一个是刚给学校捐了二十万的金主爸爸，这是哪一边他都得罪不起啊！半晌，他冲着我妈笑了笑：“陈洛妈妈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。”但是刘校长顿了一下：“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初三了，没有两天就要中考了，现在开除，这不是等于毁了孩子一生吗？”他观察着我妈的神色，讨好的说：“要不？” 我看这样，给他记个大过，然后呢，让他回家反省，直到中考结束。您看这样可以吗？什么？记大过？这可不行，刘校长，这可是会留在档案里的。李静一听要记过，顿时不依不饶。我劝你好好考虑一下，我们家怀国刚给学校捐了二十万，转眼我女儿就要被记过，哪有你们这样的？ 你们要是坚持记过处分，那我们就不捐了。这这，刘校长一时没了主意。这笔钱都用出去了，上哪给他退这二十万？李静见刘校长有所动摇，瞬间得意：“刘校长，你可要好好考虑啊！”我妈见刘校长犹犹豫豫，气得咬牙切齿。我安抚的拍了拍他，转头开口：“校长，您还不知道吧？” 给您捐款的宋怀国也是我的爸爸。这次事件最终以宋宁被开除结束。本来在得知我跟宋宁是同父异母的姐妹之后，刘校长跟我爸商议出来的结果是让宋宁在全校师生面前给我道歉，并且回家反省，直到中考结束。我知道，即使我提出来，宋怀国也是我的父亲。 宋宁最后也并不会受到什么实质性的惩罚，所幸我还留了一手。那天被打，我妈来得匆忙，她平时在店里胸前经常会别着一支录音笔，有录像功能。这是上次李静找人故意来找茬之后，我们做的防范手段。没想到这支笔会在那天派上了用场。那天在去看监控之前。 我特意打开了那支录音笔，所以监控上所有的画面都被我录了下来。在得知宋宁的处理结果后，我直接将这个视频匿名压缩发给了好几家媒体报社，配文“校园霸凌”。这个视频一经发布，顿时上了热搜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。虽然视频中我跟宋宁的脸都被打上了马赛克，但是宋宁的校服上。 别了他的校牌，有心的网友通过校服的款式认出了我们学校，人肉出了宋宁。他们强烈要求校方给出一个合理的处理结果。碍于社会舆论，最终宋宁被开除。这事之后，我本来以为我爸会怀疑事情是我们做的，来跟我们理论，甚至我都准备好了托词。可是他并没有对这件事太过上心。 反而是听说我成绩年级第一，突然就对我上心了起来，不仅派人来给我送了许多补品，还把生活费又追加到了一万。他这些举动，我妈非常看不起。他这是看宋宁彻底毁了，而你又聪明争气，放弃了宋宁，想抓住你。就他那德性，我太了解了。我点点头，告诉我妈，无论我爸送来什么都来者不拒。 不要白不要，这些本来就应该是我的。何况虽然是些小恩小惠，但能给那对母女添堵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很快，我迎来了中考。我以全市第一的成绩上了本市最好的高中。我爸怕继续发生上次的事情，特意把我们分开了。为了让我安心备考，我爸在高三时还特意给我安排了司机接送我上下学。 我欣然接受。当宋宁看着原本只属于他的待遇，这么轻易就被我得到，气得脸都绿了。可是经过上次的事，宋宁受了教育，所以他只能远远怨毒的看着，却什么都不敢做。很快，高考成绩出来了，我考了七百三十一，宋宁考了三百一十七。知道成绩后，我那十八年素未谋面的父亲突然出现。 强拉着我去参加奶奶的八十大寿，还当着众人的面让我认祖归宗。返校那天，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父亲宋怀国，他大腹便便，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西装，梳着油亮的头发，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成功的乡镇企业家。我过去时。 他正与我们校长和一些老师交谈甚欢，宋宁站在他的身边，脸色很不好。宋老板，还是您会教育孩子啊？陈洛本来就保送到了京大，这就是下场，随便试试水，没想到竟然又摘了个高考状元回来，七百三十一啊！这换个人想都不敢想，就是还得感谢您，给我们培养出了这么优秀的校友啊！ 我爸被捧得哈哈大笑，过奖了，过奖了。陈洛这孩子从小就让人省心，我是一点都没操心啊。那这就是遗传，哈,哈哈哈，遗传了您的优秀基因啊。这些人每说一句，宋宁的脸色就暗一分，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，他就像个透明人一样被人遗忘在角落。而我就是踏着这一声声夸赞，走到了他们面前。 这是我第一次叫他，宋怀国偏头瞅到了我，笑容更盛，根本不像是第一次见我。好闺女，快来谢谢老师们的这些年的教导。我含笑一一谢过，看着宋宁咬得发白的嘴唇，笑着挽上了我爸的胳膊，跟他出了门。刚出校门，我们就被闻风而来的媒体围了个水泄不通。请问陈同学，能说说你现在的心情吗？ 陈同学，听说你本来已经被保送到了京大，为什么还要选择在下考场呢？陈同学，我抬手示意，他们安静了下来。首先，谢谢各位在这里等我这么久，你们都辛苦了。我很荣幸能够被保送到京大，但是作为一名学生，我还是想体验一下高考的感觉，让我的人生没有遗憾。人群顿时一片善意的唏嘘。 我笑着摆手，能考这么高分是我意料之外，但是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感谢老师们对我这些年的教导，也感谢我的父母这些年对我的养育与支持。这一番话让我爸笑得合不拢嘴。正在这时，有人看见了宋宁，请问陈洛父亲，这位也是您女儿吗？小姑娘也是今年高考吗？能跟我们下成绩吗？ 听完这句话，我爸脸上有些挂不住，抱歉，我们还有事，就不接受采访了。说完，拉着我上了车，根本没管宋宁。宋宁在后面一路小跑跟了上来，眼圈都气红了。车上，我爸并没有提及过往，只是一个劲儿的说我光宗耀祖，说两天后要我一定去参加我奶奶的八十大寿。洛洛。 你奶奶听说你考了全市状元，让我带你回去给她看看。我装作害羞地笑了笑，没说话。低头的瞬间，却瞧见了宋宁在提起奶奶时不怀好意的笑。两天后，我和妈妈坐上我爸派过来的车，一起来到了丽华酒店。酒店门外铺着长长的红色地毯，整个会场气派辉煌。我挑眉，在锦上添花这件事情上。 我爸做的还真是得心应手啊！远远的我就看见宋宁穿着精致的小礼服，站在我爸身边，笑得灿烂，骄傲的像一只开屏的孔雀，仿佛今天的主角是他一样。李静也穿着一身红艳艳的旗袍，拉着他儿子在旁边应酬着，他们一家其乐融融。见此场景，我妈拉着我的手不由握紧，妈。 不用把他们当回事，今天咱们就吃好喝好，别的一概不管。我妈点点头，跟我一起下了车。刚到门口，我爸就迎了出来：“闺女，快来快来，大家等你好久了。素芬，你来啦，来做主桌，安排好。”我妈，她就把我拽到台前，我甚至包都没来得及放下。各位。 各位，今天我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大女儿陈洛。这么些年，虽然我们聚少离多，但是我宋怀国的女儿争气，本来都保送了京大，随便下场玩玩就又考了个状元回来，真是光宗耀祖啊！我爸越说越激动，今天除了要恭贺我老母亲的八十大寿啊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，那就是我落落在外十八年。 今天呢，我要让他认祖归宗。来，洛洛，给奶奶敬杯茶。从今以后，你就叫宋洛了。这句话让我有些措手不及，抬头对上了我爸的眼睛。他眼里虽然有笑意，可是却不达眼底。见我没有立即答应，立刻眼露警告。我明白，于他而言，我只是暂时有利用价值而已。若是我不识趣， 那迎接我的还不知道是什么。我看向台上端坐着的奶奶，她居高临下，用那浑浊的双眼打量着我，仿佛让我给她敬茶是给了我天大的恩赐。我冲她露出一个乖顺的微笑，到捧着茶的宋宁跟前准备端茶。我刚伸出手，就看见宋宁冲我诡异一笑，我顿感不妙。下一秒。 滚烫的茶水倒在了我的右胳膊和包上，我的胳膊瞬间红了一大片，痛得钻心。一个没拿稳，包掉在了地上。可我预感这杯茶不是简单的想要让我出丑，后面肯定还有着更大的阴谋。果然，啊，这是什么？只听宋宁夸张的大叫，他举起手里的东西，这东西让我看了止不住地发寒。 这是一道符咒，黄色的符纸上面画了我看不懂的符号。可是令我生寒的并不是符咒本身，而是它背面贴着的我奶奶的照片和生辰八字。上面用朱砂画了一个大大的红叉。陈洛，你好歹毒！奶奶好心接纳你，让你认祖归宗，可你却用这种脏东西去诅咒她。 宋宁满脸悲痛，可我却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得意的目光。他跑到奶奶身边，把这个给他看，奶奶顿时气得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我爸见了，沉着脸走过来，一把抢走了这个东西，不由分说给了我一巴掌：“不孝的东西！”我毫无防备，被打的跌坐在了地上。看，这就是我爸，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 就在半分钟前，他还一口一个好闺女，一口一个光宗耀祖。可现在，当我给他丢脸了，他立马翻脸不认人。我内心有些悲凉，但我不在乎，因为我本来也不是来跟他们共享天伦的。我要的只是拿回属于我和我妈的东西。我妈着急地冲了上来，护在我身前。宋怀国。 你是不是人？事情还没弄清楚，你凭什么打我女儿？这一看就是栽赃陷害，你真是瞎了眼！我从地上爬起来，对上了我爸的眼睛。爸，这不是我做的。你仔细想一想，我会在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自毁前程吗？还没等他发话，宋宁先跳了出来。要是没有刚才这个意外。 谁知道你竟然是个养不熟的狼崽子，竟然这么恶毒，把这种东西随身带着。要是没有你，刚才会有意外吗？四处都是监控，查一下就可以看到刚才你是不是故意把茶洒在我身上的。再说了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奶奶，又怎么知道她的生辰八字？又上哪去找她的照片呢？我步步紧逼。 丝毫不给宋宁还嘴的余地，我一把从他手里抢过那个符，看了眼背后的字迹，不由得笑了。你笑什么？宋宁看见我笑了，防备地后退了一步。宋宁，就你这个智商，以后千万别干坏事。要是想栽赃嫁祸的话，麻烦换个字迹。就你这么有特点的字，还真难让人看不出来。 说到最后，我爸那要杀人的目光已经转向了宋宁。爸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别听陈洛的，他是骗你的。妈妈，你快替我说句话呀！李静从一开始就没说一句话。此时，她看看我爸，又看看宋宁，来到宋宁身边，给了他一个耳光。你是真糊涂啊，宋宁！你也不小了，就算你嫉妒落落，你也不能用这种方式啊！ 今天可是你奶奶的八十大寿，又是你姐姐的大日子，你这么喧宾夺主，到底要干什么？宋宁明显愣了一下，然后特别着急的想要辩解：“妈，不是你，我什么？我让你不学好，小小年纪这么多坏心思吗？”李静眼神阴狠，全然看不出对面是他女儿。宋亮站在一旁默不作声，可态度一目了然。 他们娘俩眼见宋宁保不住了，就毫不犹豫将这一切罪名都推在他的身上，保全他们自己，对自己的亲女儿、亲姐姐丝毫不留情面。宋宁显然没料到自己会是这样的结局，张了张嘴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口。妈，怀国是我没教育好女儿，你要怪就怪我吧。李静眼见着我爸和奶奶都没消气。 眼泪说来就来，他哭哭啼啼在我奶奶身边不住认错。宋亮此时也红了眼，妈是姐姐一时没想开，不怪您。我奶奶见宋亮也哭了，顿时没了脾气。小亮说的对，这是跟你没关系，你起来。宋宁自己走偏了路，不怪你。他虽仍然面有不悦，可是相比刚才已经好了很多。不过这样的孙女。 我宋家可养不起，明天怀国，你就把他送出去读书吧，没事不用回来了。就这样轻飘飘的一句话，就轻易定了宋宁的未来。这场寿宴虽然不欢而散，可我还是最大的赢家。但我知道，宋宁因我落得这样的结局，李靖母子是不会轻易放过我的。前方的路道阻且长。宋宁走后，为了补偿我的损失。 我爸给我妈买了一处房子，而我住进了宋家的别墅。大学这四年，我主修金融，为的就是能顺利拿回属于我们的财产。宋亮念的是珠宝设计，为了毕业接手家族产业做足了准备。毕业之后，我们都进了宋氏珠宝。本来李静极力撺掇我奶奶让我不能接触家族产业，说丫头片子就是该嫁人生孩子。 但因为四年前的寿宴上，大家都看到了我的优秀，我爸怕别人说他偏心，还是让我跟宋亮一人接手了一家分店。那段日子里，我佯装不熟悉业务，每天混吃等死，而宋亮却把店铺经营得有声有色，得到了众人的一致夸赞。宋亮见我如此扶不上墙，也逐渐放松了对我的警惕。 这两天，宋亮又新推出了一款新的原创产品——云梦。这款项链一经开售，就卖得特别火爆。晚上，我爸要在家里给他开庆功宴。小亮，你不愧是我宋怀国的儿子，有出息，有出息啊！哎呀，怀国，儿子这么争气，你可以放心把公司交给他了吧？李静见我爸开心，顺势试探。 我爸一听这个，笑容淡了些许。他要走的路还有很长，再历练历练吧。李静笑容有些僵住，也是，还得历练。洛洛也是，丫头片子历练个啥？到岁数了，赶紧找个门当户对的嫁了，给我们宋家带来点利益，才算这些年没白养她。奶奶坐在上手，斜眼看我，一时间没人说话。 宋亮见状，直接转移话题，说是他用自己挣的钱给张静、奶奶和我一人买了一条云梦。奶奶戴上项链，直笑得合不拢嘴。还是我大孙子贴心，比这些丫头片子强多了。我已经习惯了奶奶的重男轻女。听到这话，没有作声，端向着手中的项链。项链中心镶嵌着一个蔚蓝色的钻石，整个项链。 无论是从设计、颜色都很完美，唯一的不足就是稍微有些重。我打量着这条项链，总觉得似曾相识。这个设计像是在哪里见过，而且我越端详越不对，我怎么觉得这不是钻石，而是锆石？宋亮应该不会办这么蠢的事吧？这不是明着砸自家的招牌吗？我不动声色地收起来。 准备后面好好鉴别一下。没过几天，结果出来了，宋亮竟然真的这么大胆，敢以次充好，用锆石鱼目混珠。我没打算声张，因为光凭这点事还不足以撼动宋亮在宋家的地位。我按兵不动，明面上照常吃喝玩乐，背地里就让人去调查近年来跟这个项链类似的原创设计。 我一直在等一个机会，能把他们一网打尽的机会。很快，这一天来了。那天我假装翘班出来溜达，实则是出来调查总公司的几笔可疑账目。这几笔账数额都差不多，账目的用途记载是原材料采购，收款账户虽然不一样，但却都是同一个人的。而这个人跟李静的联系非常密切。 联想到宋亮用锆石充当钻石，我怀疑是他或者李静的资金链出现了什么问题，以至于这样迫切且明目张胆的敛财、转移资产。我联系了我做私家侦探的朋友李彻，让他帮我调查下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不管不顾。正当我赶路时，却意外发现李静跟一个男人手挽着手，举止十分亲密。 我偷偷在后边跟着，发现他们来到了一家私密性非常高的茶室，我哭笑不得，简直老天爷都在帮我。这间茶室的老板正是我最好的哥们刘迪。等他们两个走进包间，我大摇大摆的进去，直奔他的办公室。哟，稀客呀，怎么这是争家产没争过，跑我这来打秋风来了？刘迪腿架在办公桌上。 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滚犊子！姐妹儿是来捉奸的。噗！他一口茶水喷出来，大半都喷在了我衣服上。没想到啊，你弟好这口。之所以刘迪这么吃惊，是因为来这儿的女人基本都是上了岁数的富婆，很少有小年轻会来这里。他不好，我嫌弃的抽出纸巾擦衣服。刘迪松了口气，我就说嘛。 他妈好，我把刚才没说完的话说完。他沉默了。我让刘迪找人调了监控，监控里的画面简直不堪入目。调监控的那人认出了那个男人，说他每周的这一天都会在这待上三个小时，而且每次带的都是同一个女人。忍着恶心，我想看看这个男人到底是谁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 这人竟是我爸最好的兄弟，宋氏珠宝的大股东钱俊。照他们这个态势，混在一起肯定不是一天两天了。这时，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：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爸这二十几年引以为傲的儿子，其实不是他的种呢？要真的是这样，那估计我奶奶跟我爸都得吐血而亡。我立马让刘迪给我找了个靠谱的检验机构。 打算过两天就把这事给办了，不过眼下还是让我爸来捉奸比较重要。我当即给我爸打了电话，但是电话里我可没说是让他过来捉奸，而是告诉他我谈了个家世相当的男朋友，要带他见家长。我爸一听有这种好事儿，满口八个立刻过来。刘迪惶恐地看了看我，后退了两步。 你男朋友该不会是？我一把抓住他，没给他逃跑的机会。没错，就是你。我爸来的很快，到了就开始上下打量刘迪，眼里露出满意的神色。我提议找个包厢坐下好好聊聊，我爸欣然应允。服务员在前面带路，我爸跟刘迪在后边聊得火热。 正当我爸克制着他那暴发户的本质，装出一副文人骚客的假象时，门开了，啊！里面传出了李静的惊呼：“钱俊，你他妈敢搞老子女人，老子弄死你！”随即就是一场混战。我靠在门上，悠闲地哼着小曲儿。我知道他们母子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回到家之后，我爸大发雷霆。 要将李静扫地出门，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怀国：“我真的知道错了，都是他强迫我，我是有苦衷的。求你看在我给你生了两个孩子的份上，饶了我这一次吧。”苦衷？你他妈出轨还有苦衷？我哪点对不起你啊？我这么些年供你吃，供你穿，让你从一个 KTV 服务生成了富太太。 甚至为了你我廉，我连家都能不要，到头来你他妈竟然绿我！我爸怒火上来，一脚踹开了李静，他倒在地上，手肘都破了皮。你还有脸跟我提孩子？要不是你不会教育孩子，宋宁能小小年纪就这么多歪心思？他成绩能垫底？你这样的人就不配当妈！滚！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，给老子滚！ 滚出老子的家，等着离婚吧！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。怀国，你不能这么狠心！小亮，小亮，你帮妈妈说句话呀！李静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想让他儿子救他一命。宋亮站在一旁，生怕自己被连累，连大气都不敢出，硬是一声没吭。白眼狼，都是白眼狼！李静又哭又笑。 整个人疯疯癫癫，看着眼前这个场景，我只觉得还不够。当年我妈受到的伤害，如今我一定要他们千百倍的还回来。爸，阿姨说的没错，他的确是有苦衷的。我从包里拿出一沓资料，递给了我爸。上面记载的就是我调查的几笔可疑账目。我爸这么多年的老江湖，随手一翻就看出了事情的关键。 他把这些资料摔在李静脸上。好啊，你不仅出去偷人，还他妈转移老子财产，你这是要替我出局呀、啊！李静不敢置信地看着手边散落的资料，转头恶狠狠地盯着我：“是你，今天的一切都是你设计的，是不是？你早就盯上我们了。你佯装混吃等死，实际上是要置我们于死地。”我一脸受伤，阿姨。 您怎么会这么想我？今天我是带爸爸去见我男朋友，我怎么会知道您们会在那里呢？听到“您们”这个词，我爸本来消了点的怒火又被我勾了上来。这时，我手机收到了一个消息，点开一看，是李彻发给我的李静欠的高利贷的借条。他轻信了钱俊的鬼话，跟着他投资了一个项目。 可他不知道，那本就是钱俊的骗局，为的就是掏空我爸的家底，好成功上位。背对我爸，我无声跟他比了个抹脖子的动作，笑得肆意，转身把证据给了我爸。他看了之后，气个倒仰，血压上来，直接晕了过去。李静此时却像是看到了生的希望，我知道他希望我爸最好从此一病不起。 或者直接更进一步，原地去世。可事与愿违，我爸不仅生龙活虎地从医院出来了，而且光速跟他办了离婚手续，让他净身出户。这一系列事情结束后，我爸并没有放在心上，转身就找了个更年轻貌美的留在身边。李静被赶出去后，宋亮也没了往日的张扬，低调了起来。但我没有掉以轻心，我知道。 他就像是一头伏在暗处的恶狼，随时都有可能冲出来反咬一口。所以未免夜长梦多，我决定先下手为强。我暗中收集了他跟我爸的头发，送到了刘迪给我找的检测中心。结果出来了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他不是我爸的孩子。为了彻底让他身败名裂，我安排了朋友去宋氏珠宝最大的连锁店闹事。 给我叫你们老板出来！你们以次充好，鱼目混珠，欺骗消费者，这就是你们宋氏珠宝的做派。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，那我就不走了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哗然。谁都不会想到，宋氏珠宝这样大的公司，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当天，这个消息就冲上了热搜。我嫌火烧得不够，便又添了一把。 就在大家把宋亮和宋氏珠宝骂得狗血淋头的时候，有个名叫张西宁的原创珠宝设计师站出来实名举报，说现在宋氏珠宝大火的云梦是大学时期宋亮盗取的他的设计。张西宁说，以前宋亮用强权镇压他的发声，让他这么多年都活在痛苦当中，患上了抑郁症，几度自杀。现在他终于有机会为自己讨回公道。 文字下面配了几张他疤痕累累的手腕，这下网上的舆论彻底一边倒的谴责宋亮。有热心网友扒出了宋亮和宋宁的身世，还有当年宋宁校园霸凌的事情。难怪呀、啊，小三生的孩子怎么可能会有礼义廉耻？听说他爸刚跟他妈离婚，据说原因是女方婚内出轨。做小三的那都是惯三。 谁知道这两个姐弟到底是不是宋总的孩子？没准喜当爹二十年，八卦永远传得最快。不过半天，宋氏集团上下都已经听到了这个传闻，大家都在窃窃私语。自然，我爸也听到了，他这个人疑心最重，当即就找人秘密去调查了。结果可想而知。我坐在办公室里，慢悠悠的煮着咖啡。 等待着宋亮最终的覆灭。自从上次我觉得云梦的设计看着眼熟，我就努力回想我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这个作品。后来我想起来，是我大学时期在画室里偶然遇到过张西宁，便是在那时，我匆匆一瞥见到了他的作品。他是个可怜人，也是和我一样的复仇者。不过好在，我们都等到了正义的到来。 隔天，宋氏集团就发出了声明：首先，跟广大消费者郑重道歉；其次，承诺会给已购买的消费者全额退款，并且立即下架云梦这款产品；最后，对宋亮的身世进行澄清，撤销了他在宋氏珠宝的所有职位，并保留依法追究的权利。下午，我突然接到我爸的消息。 说是奶奶听说宋亮并不是他的亲孙子，着急之下怒火攻心，中风瘫痪了。我心里没有同情他，反倒觉得痛快。他这么重男轻女，到头来付出他一辈子心血的孙子竟然不是亲生的。他这三个孙辈中，只有一出生就被他嫌弃的我，才是真正留着他血脉的人。 可想而知，对他而言，这到底是多么毁灭性的打击！我爸也一夜白头，像是苍老了十岁。经过这些风波后，他像是彻底想开了，将家里的产业全部交到我手里，自己带着他新换的秘书出去度假了。我从宋家别墅搬了出去，回到了我妈那里。在我看来，宋家从来不是我的家，虽然我跟他们流着同样的血。 但只有我妈妈才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。我曾经期待过父爱，渴望过，在我被人欺负的时候，我的父亲能像个超人一样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为我遮风挡雨。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，我的人生就是有这样的缺憾。我曾无数次因为没有一个幸福完整的家而难过。 无数次在宋宁跟我显摆他爸有多爱他时而自卑，我觉得似乎自己生来就不被祝福，不配得到爱。后来我学会了释然，学会了接受，不再执着地渴求父爱，学会了靠自己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。直到今天，我成了这场战役最终的赢家。我很感谢我妈，因为她从没有将她的不幸归咎在我的身上。 他给了我足够的爱，让我知道自己也是值得被爱的。我也很感谢我自己，没有自怨自艾、止步不前，没有因为原生家庭而变得偏激，努力救赎自己，去爱自己。推开家门，我妈已经做好了晚饭等我。看着温暖的灯光下热气腾腾的饭菜和窗外的万家灯火，我只觉得人生值得。好了。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你的观看。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对你有所感触。尚未订阅的朋友们，别忘了点击订阅，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，让我们一起成长，一起幸福，一起慢慢变老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